哪儿的？真高啊！不中，不中。太高了，要恐高，这捞不起来。这不适合咱吃。那你说去哪吃啊？这吨位太大了，还得吃个牛。那不捞我嘞，要不咱就捞捞去了，知道不就？不恐高啊，咋弄啊？不碍事，捞捞吧，大不了捞那喊个保安叔叔呢。捞捞。捞捞吧，什么？你想捞了都？捞过，就是不怕。捞去吧。那走吧，捞去捞去吧。青麻是一般的大众口味，下面有牛油果是比较香比较辣的，它是真正的川味。那要不然可以点那个拼锅是吧？可以，就鸳鸯锅还一边辣一边不辣的。人家香肠啥也点了啊？点了几个了？这很难。你点了啥？都啥？你点吧。在这点了个河豚块，点了个羊肉，还有个海苔，还有个海带。点就咱这家没嘞，应该调过来了，我跟你说，蛮好。吃呗。我说给这人往那一圈一坐，显得我吃相优雅多了，是吧？嗯。哎，你不是减肥的吗？到这怎么办？来到片儿了也都。减肥的人遇见好吃的，永远都不带减肥。这里是牛不拉，想吃甜瓜了，亲爱的弟先去摘蕉回来。熟了不等着它很长，你给它摘出来，一个瓜。哎呀，我天，这还不老好摘的，从这儿摘的。都长好了，底下这边都白了。
剪刀。这一股这一股这一股接了多少来着，这还得几天呢。耶，我晒咦，这咋弄啊，车脚吧。这醋还有点烫脚的，还不是老天的了。你还哪去了？我上家了，去了快递。我说还没有人，你这啥水果啊？你这是上这个了？你怎关起来呀？是不是？不是老天似的。你让我吃了，又有点想不了。再等几天。然后吃了就是光脆，一点都不甜，这都有点甜了，那个汁都泛黄了。这是人家给咱用的油好，你那看着这么香。嗯，赶明儿就给那瓜给它挤去了。嗯，它明天再过。再过个三四天，这明天让它熟了。不能给说点好吗？嗯。正好水果现在翻过来。这套水果估计都是这上面加冰是吧？因为它不用加冰，要是它冻了，它加冻了，不知道。你看，慢慢摘吧。好一个。哎，妈，这么大的油条啊！啊，就放点，搁头，真不行。嗯，洗个上吧。大伙儿觉得那水果还有那米粉，这羊角米在那送完的时候，都给他寄的羊角米。咱这是关门店，品相不好吃。嗯，这还差不多，咱的大部分都是外边的，反正。你都不知道我去给你看那一不等一不等的接多着的。山西快递在我家拍下来撕了。山西西安的，这儿有山西西安的朋友，嗯，等着吃咱的甜吧。哈哈哈哈哈！套到那吃嘴里了。嗯，好甜呀！嗯，我还没吃嘞。嗯，不甜。比如咱的瓜现在甜。这得挂上这才敢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牛不拉，今天叫小妞教咱说吃。你好，今天我为你们贴身服务。哎呀，来，我停。哎呀，尊敬的学员，你们是我第一批的 VIP。今天呢，我会全程为你们服务。首先，你们要忘掉你们的左脚，因为你们的是废脚，不是说真的废的，而是自动挡，用不上左脚，切记。家长还够吃门面装样的，严肃一点，今天的课程很严肃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晚上去晚了。好转之后停车，然后。先挂灯，踩住刹车之后，拉手刹。
照等于两有声音了。好，这个时候你都可以先下车了。嗯，来下来。咋这儿乱了？我想跟他说说，知道吧？咋我拍着你呢？我跟你说说，这条路我说你靠右边走，弯转弯的时候不要高于30码，就踩油门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停，知道吧？就是很温柔的踩，就像对待男人对待女人那种温柔的踩，知道吧？走，现在上车。不是，俺现在有点迷糊了呀，这都给俺说了不对劲儿啊。教恁老师教恁了，全部给我格式化删掉，走。见老师都不一把定胜负，快点。念啥吧？啊，中，念啥？先别动了啊。在我上车之前，啥也别动。离开，离开，啥都别动，系上安全带去。也就是忘了系安全带先左转向。我感觉这有点跟后。叫恁老师。弄个喇叭呀。叫恁老师教的，照中间照。叫恁老师教的，啥都忘了。现在就听我的就可以，好吧？嗯。先叫椅子调到你最舒服的地方。先试着别踩油门，先试着踩刹车，左脚往一边放，左脚就是已经放到这么轻松，这么开心，这么轻松，咋放啊？刹车就是现在你踩那，踩一下油门，轻巧的踩，好，好找油门啊，找刹车，踩，踩，踩，放心大胆的踩，找刹车。这踩到底了。嗯，我知道，记好啊。然后松手刹，找找垫子，咱找垫子手刹，按一下，往下按一下，踩住刹车呢。啊，踩住刹车，好，轻点刹车，那往下那。好，现在按住照盖灯挂底灯。按住那盖灯。照。这有个盖灯是吧？嗯。按下去。底灯。先按下去，嗯，往下拉，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这缺的底灯是吧？嗯。松刹车，啥都先不用加油门，先松刹车，它就。它不会走是吧？它会走。流程。好，这不是流程。全都视野不到几十米，松油门，脚放刹车上，十字，别猛一给油，记好，这自动挡都是慢慢给油，拐弯的弄啥，先管它，后头有车，永远记好这个。好，靠边停车，换人。开门之前先看后头有车。嗯，好，我要给您压服的，太紧张了。然后系好安全带，先调座椅，调到自己舒适的位置。你该后头别玩手机，注意听。好。先要这挂到空档上，刹车不用动，按住。空档上按，挪档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照照盖子那按下去了，这有个盖子，先按那盖子。嗯。踩住刹车。踩住刹车。看这儿，按档子，仪表盘上。好，先踩，感受感受油门先。先踩在油门。我现在松了刹车，踩油门。哎呀，现在摁档，你踩油门，咱拉着刹车的，它不会跑。先感受一下刹车，太死了，太紧了，轻巧的踩，踩住刹车，挂底灯。好，起步，起步需要打左转向，观察后边有车辆，没有车辆，松刹车，先让它自己走，先不要放油门上了。看前方，看前方，走到正位上。就先不用加油门，你先熟悉一下找车。你要让他当成是你当成是他，就跟古代人练剑一样，人剑合一做到。你像这路口没红绿灯了是吧？嗯。你要做到心中有红绿灯，啊，最好是停一下，像新手就是观察一下左，观察一下右，后方、前方都需要观察一下。